爸，那是你爹，至少我免一个人面对所有的代志。这不是张小莲，敢讲爸的事跟张家有关的？张家，我那真正是你害死我爸，你这禽兽不如的不死，你不是人！下个死人，给我害死小莲女儿！我操！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跟拜五，按时备电。天之娇女，一个用别人的血、别人的肉、别人的土告诉家己的王公，你敢怪阿姊？我如今麦就好好分开，对大家拢好。其实你心内是不是在想，你这样这白痴，配合我演戏，佮演了袂歹，你真是个小鬼啊！你要跟郑燕离婚，佮要搬出去哦？可惜我一个这么后悔的媳妇，都爱我安尼放手哦。我到底要安怎做，才能让人生回来我的身躯边？这不是张小莲，这是阮爸过身的时阵。虽然我即摆手受伤，也毋过用我受伤的手对付你，也是有够的。爸的事，甲张家有关的，请您答应我，甲进路以结婚为前提来交往。多谢姑姐，我一定让进路幸福。我敢毋讲我答应？我是你丈人，你跟我讲，我爸的事，不是你下手，我爸很灵啊！你让我知影，你才是凶手，你自己落地啊！你敢解释？